选电商平台呢，它呢上面你购物，比如说珊珊，我们的一个东西假设是100元好了，100元，您100元，我们的运费都已经包在里面了吗？没有，不用给，不用运费，不用运费啊，就直接全部都是免运费嘛。我买100块，就是直接也送到家的意思。没错，非常好，所以它整个平台是免运费的。来，现场所有的朋友准备呢，来有奖征答一下哦，答对了我们就来送小礼物。记得我喊我爱的时候，帮我喊高雄，好不好？我们的最有精神的人来回答。来，请问一下，我们的高雄首选电商平台上面的商品需要运费吗？我爱高雄，高雄。来，现场谁最热情？大哥，来，大哥，免费都是免运费，对不对？免运费，好，来，现场来看一下哈。来，大家送出这个小礼物之前，首先这不只是一个小礼物，看清楚了，它上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折扣码在上面。这一次我们的高雄首选电商平台上面有我们的什么专区？有我们的食品展专区。有食品展专区哦，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整圈高雄的厂商，你每一间都可以去试吃试喝，然后呢好好的去了解一下。那么呢，最重要的是来告诉我，我在高雄首选电商平台上面购物，这一次呢我们的活动期间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期间是从今天开始到7月6号。哇，从6月22号到7月6号，整整两个礼拜哦，很久的时间，很久的时间了，好不好？这两个礼拜，那么上面有什么样的折扣呢？只要你加入会员，然后你单笔消费499就折100。499折100哦，真的假的？哎，499不仅免运费，再折100块耶。那我这个先不论啊，只有499折100吗？还有没有什么样折扣？988折200。988折200。你买到9980，我折2000。你没有上限是不是？完全无上限，一直买，一直折扣，一直买那个单笔，好不好？单笔而已。现场哦，只要你拿到这个折扣码哦，我们现场就是每499就折100块，而且记得它是免运费，免运费的哈。来，真的很高兴。来，那我珊珊，你今天准备几个要给大家？我今天准备没有很多，没有很多是不是？来，马上现场的人都可以得到，对，马上都可以得到哈。来，现场谁先把它带回家的人举手。好，大家来，谁能够回答里面499元折100元，那998可以折多少钱？哇！高雄，小姐可以折多少？200哈，白非常好。来，记得你有一个人嘛。来，现场，来，我问一下，那我买到9980块可以折多少钱？高雄2000。2000哈，各位小姐也有哈，非常非常好。来，先送给你们哈，来，大家先拿，那我们继续拿。来，这位先生拿一个。好，来，我们继续拿哈。但是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先来欢迎呢，我们今天要邀请到一位呢，我们的料理女王在这里哈。来，现场邀请我们的料理女王陆巧音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大家好。哇，有看我们电视哈，这个陆巧音绝对不陌生哈，非常的厉害，百变料理的女王。请问一下女王，我们今天呢，用高雄的特产要做什么样的料理呢？哦，这个特产真的很特别，大家有吃过香肠的帮我鼓个掌。来，有吃过香。大家都吃过香肠，但是你们有听过玉荷包香肠吗？来，有没有人还没有吃过酒酿玉荷包香肠的人举手？没有，对不对？没吃过，真的很特别哦。我们今天使用这个高雄在地的这个玉荷包酒，然后跟融合这个我们香肠，做成非常美味。你知道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啊，其实会有酒，对不对？酒你可以换成各式各样不同的酒，绍兴酒啦、米酒，像这个玉荷包酒就有玉荷包酒的香味哦。那我其实我吃完我觉得非常的惊艳，你知道我们的台湾的香肠是不是都有点咸甜咸甜？没错没错。对，这个咸甜咸甜的后面呢，不到2-3秒就会发生淡淡的果香，就是我们的玉荷包出来了，非常的特别哦。对，好，那我们现在陆巧音呢来帮我们一边做料理，然后呢我们一边来聊一聊啊，然后等一下呢会有出题目，继续来送我们的小礼物给大家。那问一下，听说我们的陆巧音呢，您在哪里有一间店呢？哦，我的店在大直，那我主要是做一个无添加冷冻食品。对，因为我是两个小孩的妈妈，对，所以其实呢，我对这个食材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认识这么多高雄在地优质的食材商。对，因为像我自己以前是在高雄念书，我念高雄医学大学，对，念了4年，真的，我好热爱高雄，虽然高雄很热，我知道，没错，跟那个热火的心，热情啊，对，但是食材真的都很优质，很好吃哦。好哦，来，第一
听到题目哈，来我们现场也是一样哦，有拿到小礼物的人记得在这里哈。我们问一下呢，我们陆巧音呢，他有一个店面哦，是在大直。那么呢，他提供的是我们的无添加的冷冻料理包哦。来，请问一下，他的店面呢在万豪酒店的对面，万豪酒店哦，对，万豪酒店的对面。请问一下，他的店面是在哪个地方呢？有谁知道？来，在哪里？大直，答对了吗？答对了。大直哦，来也是要送一个小礼物给你哈、哦。然后记得上面有我们的高雄首选的一个折扣码，消费满499元折100元，在我们的电商平台上面哈、哦。那我们的珊珊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酒酿愈合包香肠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得到吗？买得到。而且卖得很好、哦、卖得很好、哦、尤其是肉品的时候，而且是肉品的、哦、真的现在防疫期间大家买回去哦，冷冻直接冰在冰箱，要吃马上就可以用来用气炸锅也可以。是的，所以这个、哦、在我们电商平台上面现在呢不仅免运费，完全免运费哦，而且呢499元再折100元给大家。那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女王陆巧音哦，她这个酒酿愈合包香肠啊，是她吃起来对跟我一般像是什么绍兴酒香肠啦、啊、那个有什么样不一样呢？哦，其实呢它我们酒精挥发之后它会留下特殊的甜味、嗯、那每一支酒的味道都不一样，像这个愈合包酒它就留下淡淡的愈合包，那我觉得这个比例调得非常好，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拿捏好比例的时候，那个果香味会抢过那个原本的味道，哎，它不会哦，它是相辅相成，会让整个东西是更美味更好吃。是的，哎，讲到这个啊，我们这里有一支非常特殊的产品哦，我们的厂商代表有在这个地方吗？跟大家讲一下，来往前面来看一下哦，这个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是今年新推出的产品，对不对？对，这是今年新推出的春奶料理酒，然后是以愈合包为基底去做的料理酒。哇，哎，真的愈合包做的基底的料理酒，真的第一次听到哎。对，因为我们一般大家都是可能用料理米酒比较多，但是我们发现愈合包它有些特性，它其实只要可能米酒的1/3的量，它就可以达到可能像米酒比如去腥味啊，或者是去帮助肉去做熟成的这个效果。那再来之外，愈合包因为它本身有个果香的甜味，所以它可以再去把果自己食材本身的味道再提出来。对，比如说如果像去烩海鲜的时候，那个虾子可能会更甜。是。然后如果去炒青菜的时候，高丽青菜可能也会有更清香的那个味道。是，所以跟料理米酒是真的完全层次不一样的东西。推荐大家真的务必试看看，好不好？真的，您对这个商品有没有非常好奇？哦，我超级有兴趣。我刚刚马上，其实厂商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脑海想到什么卤肉的。马上，我们卤肉啊 ，Loma 是不是要加一点糖？红烧就是酱油嘛，跟糖。可是其实你们有时候在外面吃料理，就会说，哎，奇怪呢，为什么餐厅做的跟我做有点不一样？其实哈、哦，就是甜度你可以去做替代。比如说我们的糖，我们换成愈合包的酒，然后它里面的甜度就可以带出来。那如果说像其他的酸，你可以用别的酸去带。所以其实就是为什么餐厅有时候他们菜是用很多不同层次的去把它叠出来。没错，所以其实你在家里面只要有这一个我们愈合包的料理酒，你的这个料理层次又会再更上一层楼啊。那请问厂商代表，今年除了这个料理酒是一个新的产品之外，今年听说为了防疫，你们也推出了新商品。对，这个我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是也是用愈合包去当做的里面的成分的。我们把愈合包的果籽跟皮分别去做不同的提炼，然后因为现在大家就是疫情期间，可能大家会做洗手的动作之外，也要去做一些口腔的防护，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就是用愈合包去做提炼，然后可以在口腔除了可以消除异味之外，然后也可以提升口腔的保护力。哇，所以这个是喷在嘴巴里面的哦，好特殊啊、哦！那这一次呢，在我们整个食品展的期间，民众来现场有机会会去试到这些东西吗？对，都可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柜上。哦，是哦，可以哦。就是我因为疫情期间毕竟是口腹的东西，就比较不建议大家试用啦。但是我们就会有一些比较优惠的价格给大家。哦，超级优惠的价格哦，所以真的大家就是新的东西市面上还没有，请我们各位呢，大家呢要去了解一下，想说哎有这样子新的东西给大家。那我们的大概摊位的位置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好不好？这个地方倒数第二摊就会找到了我们的宝岛村上香，宝岛第一位了。我们现场，谢谢我们的厂商代表，谢谢。